稍等一下，马上就好。哦，等一下啊。我跟你说，嗯，这可是我照着食谱一步一步的做出来的，保证你喝下去之后药到病除，然后明天到组里啊，不要说咳嗽了，你都能给他们唱一首《青藏高原》。你尝尝，小心烫啊。嗯。怎么样，是不是还不错？特别好喝。那就好。你慢点，还有好多呢，又没有人跟你抢。你别烫着。这么好喝吗？可好喝了。我要尝尝。别，这都是我的，你不许喝。你不要这么小气嘛。哎。我看一眼啊，对不起啊，我把冰糖30克看成300克了。那你那么甜就不要喝了嘛，干嘛非要喝完？不是你说喝完之后病就好了吗？来，喝水。我不喝水，默默。好了。你不要骂我，我认错，这次是我错了，对不起。好了，现在都是你的，我不跟你抢，喝的吧。歇一会儿，你摔的还不够啊，下来吧。不要再滑一下嘛，谁摔了？我才没有摔呢。刚才谁摔的？啊，小心点。我才没有摔呢。歇会儿。哎呀，我还能滑。有没有觉得我学东西还是挺快的？没有啊。啊？挺快的，挺快。好。那天，对不起啊。没事儿。啊？你说哪天啊？就是那天抓嫌疑犯的时候啊，因为我嫌疑人都走了。不怪你，其实怪我之前都没有说清楚。对了，嗯，如果我跟你说我认识那个人，你会不会很吃惊？哪个人？就是那个嫌疑犯啊，我之前有见过他，他叫什么千万还是百万来着，哎呀，反正就差不多了。他是一个画家，但是他的画就是很贵，就是后面有很多零的那种。怎么了？秦军，郑磊那个案子先别结，我有新的线索。好。来，我们走。去哪儿？回去，先回去。等一下。先回警局。等一下。
我东西拿下。喂，好，妈妈走丢了。